最近同李思捷传出绯闻嘅黄心颖，呢晚做完电台嘅工作之后，就揸车同助手去到九龙城度医肚啦，揾唔到街位咯，就唯有俾代客泊车啦。可能冇阿思捷喺身边啦，心颖 B B 全晚一啲笑容都冇，食唔够一个钟头就极速走人了。